天气一热，整个人的身体都疲惫了，不想出门，不想动。上一天班回到家，脖子酸痛，腰也很难受。出门按摩真的是太费钱了，所以我咬了咬牙，跺了跺脚，干脆自己买了一个按摩椅，在家也可以随时随地享受按摩的快乐，而且真的是没有踩雷。一开始真的是被他的颜值所吸引，清新高级的南瓜撞色，一眼我就相中了他。后来真的是被它的使用效果折服，平时在家追剧的时候就可以靠着它一边追剧一边按摩，按摩头前倾15度的一个设计，间距做宽，直径做大，可以完完全全的贴合我们的背部，非常的舒适。晚中午睡的时候用它来按按脖子，整个的力度就像在按摩店里真人按摩一样，设计非常符合我们的人体曲线的设计，你的头部、颈部、斜方肌都可以被按摩到。我感觉我中午睡觉的睡眠质量都变高了，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简单，只有这三个按钮，一个是开关键，可以随时随地去控制开关，一个呢是热敷键，可以选择热敷的模式和非热敷的模式，还有一个是导力键，三个力度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一个切换调节，简简单单 so easy。